加速呀。上午七时许，警方接获台六一南下38.9K 处发生砂石车翻覆事故，立即派员前往管制交通及处理交通事故。现场砂石车驾驶右脚扭伤，无他人伤亡。初步了解，砂石车为闪避前方自小客车而急刹，导致翻覆事故。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，另已通知中立公务段前往清理现场散落物。